不是我会结了吗？是，是他不给我，给我结啊。确定，等一下，好烦哦。管理内容，本机档案一般控制器，预设控制。看不到，再不行我就打日麻了，跟你们讲，再按按一次啊，有，只是想调，想调，欸，它的设定在耶，欸，超奇怪的，冰山安，哦，烦喔，不玩烂游戏，真烂游戏耶！真的是烂游戏。它设定非常多，不是啊？哦，在这里啦，游戏设定，显示防具，干太多了吧？按右键，视角线上。画面调整，显示设定找到了。这个视窗，好的，我好像可以了。移除。决定新增视窗截取，新增人王二，他怎么人都是这个人啊？欸，他找不到欸，欸，他找不到这游戏欸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吗？欸，不行，它读到是黑的欸，我是不能玩这游戏了。小鱼怎么办？不行啊，还是我要用浏览器玩，它这样子玩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截取，感谢生日快乐，感谢感谢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用游戏截取也不行，用视窗截取也不行啊。现在是用那个啦，桌布，我是截取桌布啦。懂吗？这不是啦，这个是桌布截取，这个不是。你们想看我跟小鱼在聊什么吗？这个东西你们有了，有没有看到小鱼？我研究一下哦。欸，干，这游戏不给我玩哦。人王，有了什么意思？欸，哦，我是神吧？那这样子，我等我一下哦，我也许看看，那我用这个全萤幕，然后这个这就没了吧？欸，还有，等一下哦，删掉。确定游戏人王，我找到了，我只是按了一个勾勾打开下去，它就变这个了。
这个不行了、欸。白痴啊！我回来了，好了。这些一大堆东西我不懂怎么设定，我们就不设定了，我们开始捏脸的环节吧。生日快乐哦，跟魔物猎人一样捏个妹子。那你离开哦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睡觉了、哦、晚安。どのような子が生まれてくるのやら。この未来は限り。你不看我玩一玩到崩溃吗？这游戏很崩溃、欸。捏角色喽，女生。我一开始是这么正哦。移动游标 shift 哦哦，当然捏妹子啊，拜托，你都是男生了，还看屁屁干嘛？我不是阿旺。怎么办？双马尾跟这个，我好纠结哦。它可以转向吗？操纵四肢，哦，可以诶。我盔铠不显示哦。好的。我是很喜欢单马尾啊，可是它的这个双马尾好好看。你干什么？我、哦、会卡是正常的，因为我自己也会卡。嗯嗯，有点矮啊。哎呦喂、欸，矮啊长，好啊，松马尾，那就松马尾了。那是什么？入狱动作，他、啊、这能看吗？侧身坐，席地而坐，侧身，侧身，皮肤颜色，哦，我们要惨白一点啊。他、啊、是看得出来哦。我怎么看不太出来哦，比较老哎、欸。没事啊，等下头发就换颜色了。脸。哦吼！哦吼！对不起，我叫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公司多少？他怎么有点壮？他是变壮了，对不对？恐怖哦！嗯？
脸颊肌肉哪个位置啊？哪里呀？脸颊肌肉不就这边吗？哎，哎呦喂！你要弄脸，先弄头发吗？有道理。光头，你在哪里？没光头啊，这个好了。没有光头，你想骗我？哪里有光头啊？这是哪里？哦，下巴。哦，我刚刚就想调下巴啦。我要嘴巴好好看哦。侧面，哎，不要动！下巴明显度，哦，这个蟾蜍了吧？下颚前后位置，哦，不是后刀的不对。你看，就这个鼻子到下巴，好看。下巴前端，哇，好看，你好细哦。下巴左右位置，导数据哦，老化程度，呀，眉毛。哭啊！等一下，预设多少？要眉间、眉毛侧、眉毛中间上下位置。眉毛额外上下位，眉毛斜度，眉毛颜色，眉毛浓度，给你半小时，可以啊，不过他不要跟魔物猎人一样，捏完半天就发现有那个没捏一样。眼睛大小，预设是什么？哦，
刚是哪一个啊？感觉二还不错哎。对。不行，等一下我要换头发，头发要弄回来，不然好丑。好，来收马尾嘞。我这还好看哦。什么公主切的头啊？没有。会啦，我会关头发。不关头发，关那个眼睛。我感觉变有变啊，轮廓哦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眉毛、眼睛。色不改吗？还没啦。什么？哦。哦，瞳孔形状，怎么那么黑？我想要点熬亮一点，可以。我真的喜欢这个颜色的眼睛。如果真的是这个要选眼睛颜色的话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就是要清澈的湖那个吧，河水吗？还是什么？就这个，虽然很饿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颜色的眼睛。我真的我因为我一直调不出来我喜欢的眼睛颜色啊，它也不算是蓝绿色，它就是偏这种。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《咒术回战》的时候说，啊，就是这个眼睛，就是这个颜色，瞳孔形状。好了，就这个好看。没有了。你们刚刚是插哪里？瞳孔大小，瞳孔形状。哦，瞳孔大小。来啦！我也好想整鼻子哦，对我鼻子超不满意的哎。鼻子高度。鼻子角度是哪里？鼻梁。鼻头上下位置。这里。鹰钩鼻。鼻梁的鼻翼吧。
好像可以找颜色输入数据，算了，我忘了。好呀，感谢你哦、喔。嘴巴没有，因为我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颜色。我这每次人家问我眼睛颜色，我都说随便都可以啊。但是真的我要找颜色，我真的找不到。我就说那个颜色我找不出来啊。八前后位置，嘴巴大小。它这边好宽哦，上嘴唇厚度，上面要薄，下面要厚，才好看。到鼻子对不对？然后脸，这边是哪里呀？轮廓。下巴，这是哪里？好不好？我会去网络上找色码表数据，这就很麻烦了啊。脸、耳朵，看这看起来就好整哦。耳朵大，好像不用角度。耳朵上下位多形状，耳垂大小，脸部装饰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帅？好二哦。没有毛啊，毛的话我就用了猪肉碟，我是要用毛嘛，毛是兔子阿库拉，没有我喜欢的脸部钻石二一样啊，我一样耶，脸部附属吼吼吼，最多三人连线，对啊，不是应该一个人过吧？反而没有游戏体验，就像当时玩《魔物猎人》吧，说啊，从头把我带到尾，就带啊，不会玩，发型。不是蝴蝶人，哦哦，可以不用妹妹头，是哦。哦，基础头发，啊，还是只能双马尾，剪发，
怎么办？好难抉择哦。他后面可以改吗？会需要钱吗？好烦哦。那个。不用。好好好好。谢谢，谢谢你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。大波浪，嗯，不行，不行，哦，我觉得我脸好宽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、欸，捏太久了啦！我以为我捏很快的哎、欸，轮廓，这叫什么地方啊？脸颊不是颧骨，不是脸颊，腮二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哎、欸。塞甲，我一共塞又是什么？开据点后，只要没进任务都能改。因为魔物的话是可以换发型啊，那脸型那些就是要收钱。我们继续来，发型、发色。是法式、啊，鱼的，鱼的，还是要樱花、啊？萨库拉。我、哦、这样调好卡哦，嗯，不行，这样子十三他们都会觉得我太少女，那就这样子吧。套用发梢颜色，套什么？不用，关眼。挑染好丑，挑染要看脸型耶，那就红的啦，大红大紫，太红了，哎，又是干嘛的？改那么多颜色干嘛？长度哦，长度哦，浅度嘞？哎呦，好啦，感觉没什么好玩。哎、欸，这可以，我要调。啊、哦，是哦。就每次都这样子嘛，我要修一点点。
欸，这么短呢、欸？什么叫视频哦？视频颜色、哦，今天捏一小时不会啦。我们已经捏完了基底、脸部、头发，剩下胡化妆、眼线、眼线类型。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妖艳哦！应该选这个吧。你要知道，在这种时代，你头发留越长，被人家抓起来甩的机会越高啊，所以我才不要挑那么长。我是有原则的。眼影，哦，这才是我想要玩的绿色。看到不？他没有眼角一点点的啊，不是这个啦，我说这个。当孙悟空哦，哦，等下看到眼睛好酸哦，好红。
我越捏越有点恶啊！腮红类型。好好好恶心哦、喔！真的有眼影哎！大きくなれば、いずれ化粧も教えてあげないといけませんね。然后再来是腮红。おの子であっても、腮紅戦場の作法として必要じゃ。牙黑是吗？哦哦哦哦！啊嘿，粉白是吗？脸是否涂白？涂啊，涂啊，这才像鬼啊！哇，身体，哇哦，不行，我啊哈，他不能再更矮了。哎、欸，刚是多少啊？头部大小刚是多少？头部大小，脖子太粗了，身体四挺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我不要，有没有兔子？人王赢，没有毛，没有有，有没有兔子？没有，头部大小原本是零哦，好，零，浓度关节。不要啦，不要紫金了。黑丝就是那个啊，这不就跟魔物之前一样吗？找一个很黑的这个东西吧，在哪里？这个，然后就是这个啊。角，然后长度拉到最长，宽度拉到最宽，这样子不就好了？然后旋转，这样子不是吗？它旋转是什么？不是它里面有办法吗？上下位置？左右位置？三三？什么是三三？类型三三哦？三三这个吗？三五三四？那个？这个当丝袜，嗯，这个、哦，三二，哦，这个、哦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它里面这不怎么办啊？
那条线一定在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很强啊，你这样讲一讲我就知道在干嘛。是这样哦、喔。这个咧。好不行。哎呦。要搭配衣服哦。啊，这个的话后面改一样不用钱吗？那声音呢？语音测试。你们一定叫我选三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哇，就饿了。妖怪话，什么叫妖怪话？哦，我的天，还可以再念呢。鹿角，你们猜一二三六，我会喜欢哪一个？好啦，公布答案喽。答案是这个，没有啦。以正常来讲，我会选这个。啊，但是如果以画画来讲，我会选择、這個。你要起以一层人类似的吧？哦，这个就是继承了、哦，好，那我不动了。训。小的类型，还是有差哦。哦，我懂了。你怎么换？哇哦！好，捏了快一小时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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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按下去我会哭哎，这是完成设定。好了，关台，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款游戏。自由哥，自由哥。
哇，会不会很难呐、啊？看一下灵敏度哦，灵敏度，敏有点偏灵敏。滑速控制器的度，不是控制器。滑鼠灵敏度。是更灵敏吧，这样子的。他的冲刺键是空白键按住啊？不是跟 Shift 吗？怎么是空白键？好，哦 ，Shift 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好、推荐用手把，我就在想这个游戏，这种游戏用手把玩，我会死吧？之前玩《魔物猎人》，我也不是用手把玩呢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用手把玩的话，你们会晕死。跟你讲，我就到处转，不行不行不行。魔物猎人也是 HTT 推荐我用手把、啊，但是我不要啊，都用手把多。你们如果想晕的话，我之前魔物猎人有尝试用那个手把玩啊，但玩不起来，我整个就是比秀秀还要烂。选择刀、选择枪，哎，这是不是武器很多啊？我记得选择大太刀。你们推荐哪一个啊？一加一，双刀奖励即加薪，重新选择武器，按个人习惯，180是你喜欢的。有没有大锤？硬要挑、哦、镰刀，速攻击、强攻击，哦，我好像蛮喜欢这个的。忍者切换近战武，我切按一哦。那、啊、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？HTT 一是什么意思 ？Apple 啊，真的推荐用这个吗？我怕我就是转视角转得很慢，或转得很烂，我会吐哎、欸。之前玩《魔物猎人》，那时候用这个用到我吐出来。真的哎、欸，哇，好猛哦、喔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虽然好像是可以，可是那请问我要怎么变？啊，这个的话怎么按？我在上班，我在上班，我在上班，读我方便，你不方便吧？
他搬后比较好教，好晕哦！我会吐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会吐，我要用键盘。不然蓝蓝会觉得我很没用。那这个当然用手把。是什么？装？不用勉强，不是啊，我也不想勉强自己玩游戏啊，因为我也说过啊，很多时候你们勉强我，我也是玩我自己的、啊。这里的怪可以挑衅他们，怎么挑？不是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玩什么，他没有怪可以让我练。我先去尿一下尿，等我一下。你们看一下我漂亮的画面，好丑、哦。尿完还是觉得马尾比较好看。中间火点下去就有啊，不是他这样就选定了不是吗？啊他上面什么是五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钢笔五技哦。属性点，选择守护灵又是什么？选下去，进行基本操作教学。欸，教我啊！你倒是教我啊！速攻、强攻、速攻，播放片段。哎。可进行下一个F 哦哦，原来那个是锁定哦。我想说，怎么有时候看人家玩，会有个灵魂在？哇，按到表示。
闪避敌人防御是 tab。防御石，什么意思？受到敌人攻击后畏惧三 tap 啊？加油！来打我吗？攻击可以切换上中下段，那怎么办？被打的时候防御，瞬间吗？哦，你先好好上班吧。我有嘞，上段招架，中段招架，啊？是滚轮往前吗？奇怪。哇塞，太屌了吧！哦，真的哎，感谢。想说我的镰刀走到了，我像镰刀，然后加 shift 呀，刺身近身刺激，在精力消耗时，敌人倒地或者是或倒地状态的妖怪附近，按下右键，留住精力。靠近敌人，靠近人类或倒地妖怪啊！攻击机吗？那怎么消耗他？哎。我是用这把，不是啊，他要怎么？他要怎么精疲力尽啊？嘿，你要怎么精疲力尽啊？上段是这个吧？可是他精力没在消啊。我知道血条下面这个啊，可是他怎么耗啊？
哎，他就是不攻击我啊！我不知道啊。你看，不理我啊！要怎么挑衅他、啊？砍的时候会耗，不是？这样子吗？没有啊，我狂按右键，你看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、喔。那我精力先没有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去死啦！拜拜，再试一次。他没倒地啊！太难了吧？这不比节奏医生还难玩呐、啊！哦，没锁定啊，白痴哦，再次，我刚是没有锁定，哦，我会了，有，想说奇怪，怎么那么难砍，攻击后带蓝色的光芒。按下 Shift 发动残心可恢复精力，恢复量会随着发动的时机而有所不同。OK， 看一下播放。嗯？左右？攻击后，我这样哦、喔？什么意思？他不是本身就会回吗？啊？妖怪系敌人所产生出的特殊攻击，通常在范围内，人类的精力会。至于处在尝试范围内的妖怪，则会，嗯。哦、oh. ，繁星每次攻击后按一下，反正就是，反正打一打就是按就对了。好的，好啦，就你了啦，我们走吧。干什么？是有15000亿？那你是什么？公看的屁！哇！哇！我不选你是不是很对不起我啊？你是鹿哎、欸，可是怎么那么凶？嗯？那你嘞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他们都一样哎、欸。
镰刀不建议一开始拿啊，我刚刚就有问嘛，我问的时候你就说拿自己合手的啊，我的天，啊，我都不要拿，我都不要拿。啊，就你啦，有胸部看，不是你刚刚捏的啊，不是啊。我直接用它预设的啊，我没有捏捏。玉兰，重新选择武器。目击。一，你点回来。还有什么推荐的？我镰刀不适合我，太刀嘞。我说你们呐、啊，快要推什么？快点！当时他们也是魔物猎人呐、啊，说什么教主比较适合拿太刀，拿什么拿什么，我坚持去拿狩猎笛一样啊。我镰刀蛮帅的啊，帅是一辈子的事哎、欸，不是吗？皮的，呀，太刀、双刀、拐棍，枪也很帅。枪是这把吧？也就是棍哎、欸。这个是不是拳吗？好难抉择哦，对啦，给力啦，拐棍嘞，饿啦，就你了啦，出发！打不习惯，你还是说打不赢就换？选择。
抓紧时机按下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怎么变 ？Hello， 变身在 CD 耶。Shift 加空白，没有啊。白痴哦。对方放大招回，哦，这个意思哦，哎 ，Hello， 没有啊。是发光的一瞬间吗？嗯，我按了耶。是它咬过来的瞬间，还是发光的瞬间啊？挡脚键按空白。嗯？先妖化，对啊，现在妖化不了啊，妖化怎么妖化？先教我。我现在是不会妖化，妖化他刚不是说按？Shift 加 T， 可是按不出来啊！不行啊！赢够了。关卡重来，我关卡重来要怎么按？
我想说把左上角挤满就好了、啊，那么就好了。这是劈火翼，我按过了，我按得很大力。快满了，快满了，快满了。SP 是啥？Shift 是加，然后 SP 是空白键。完了，没有用哎、欸。这是要干嘛？发光的瞬间就按吗？我按了啊，没听到。空白键。哎，卡在新手教学，哎呀，好烦哦，好烦躁。不是虚浮的人类形态，有个长按会长脚。我忘了哎、欸。哪一颗？是哦，按腰速 R 哦，好，我会了。我刚刚是在哪？干嘛？没有，刚刚那个是用，那个是用那个类比啊，手把玩按出来的。还是卡那么久。妖化敌，于妖化中消耗怪物。哦，这按过了、啊。
安奈系呀。他怎么变回来了？啊？他怎么？啊！我要怎么变回去？我是不是又要等了？就是这招，刚刚红光龙都要用，不过只要抓，不想用那招的话可以回避。每只怪的反击是不一样啊！哭啊！欸，请问我左上角那个在转圈圈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没有这么凶的吗？他怎么在变啊？可以主动变吗？ Shift 加 T， 对，他怎么变？满的时候可以变身啊！我要怎么变？可恶！就是加 T 没有用，不然就加 T 没有用。啊啊是这个啊，啊加空白是这个啊。就是加啊，不是。白痴哦，中间可以吃灵魂变啊，哎呦，那怎么慢慢打啦？你可以打慢一点吗？哇！欸，我是可以退款的啊！欸，我按不到，我真的按不到。老弟也能按，我有按啊！我不开心，我是没有不开心，我是觉得我是不适合玩这款游戏，这样而已。啊，是灵魂。有啊，我有锁定啊，你看锁定啦，你看哦，红了对不对？我按右键啊，没有用啊。怪的附近按右键啊，锁定嘛，右键嘛，然后红了啊，红了啊，我在附近按右键没有用啊。玩不惯就退，你不是玩不惯，你看新手教学卡就卡这么久了。Shift 加 T 不是，他现在不是叫按右键吗？他怎么变回来了？白痴哦！这招不是重攻击吗？不是啊，
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上面写解药？可是斩杀不就是靠近按右键吗 ？Hello。我刚是怎么用妖怪是斩杀的啦？哦哟！按不到啊！有啊，他刚刚不是跪下倒地了吗？你看，都倒地啦、啊，没体力啦、啊，要嘛。红红框框了，我按右键啦、啊，我真的狂按右键，有没有听到我按右键了？没事。我是要加 W， 我都加了、啊。嗯。有看到？对啊，你看红了嘛，然后我接近了啊，我按了啊。妖怪化在经历敌人，因为我刚上一个妖怪化的时候就斩杀过了啊！哎，起来，起来！就很奇怪啊，怎样啊？我也不是跟你们鸡同鸭讲，是我真的都按照上面，我都按照使用说明书上面讲的在做了，可是他就是做不到啊。对啊，所以不是我玩不顺手，是这游戏在搞我。我很努力在学这游戏怎么玩，懂吗？你看哦，红了嘛，按右键，我狂按右键，我一直按右键，按右键才会有这一招。按右键有没有？左键是灰嘛，按右键就是这个啊。近身刺激是用重攻击触发的，这招好像是妖化和物灵的技能。那所以要怎么办？我刚刚也是用这个有刺杀过啊。好猛哦、喔！你在新手教学卡这么久的人，我 是第一个啊。哎呦，烦哦！为什么不行？设定有没有调到？我刚刚好像调到东西耶，我要怎么把它改为预设啊？键盘与滑鼠设定，按键配置，这个吗？强攻击呀、啊，右键吗？我听没说。二级防御。哪一个啊？反杀是哪一个？变换手，不是加空白。
没有啊，闪避冲刺，哇、啊！没变吧？看不懂。你打手没？嗯，好吧，就这样看完到十点好了。哭啊！我是用手把玩一次，来手把怎么按教我？手把锁定是哪一个？锁定是哪个键？右类比。哦。嗯，你看，我也用啦、啊，这个嘛，白痴哦、喔！他是强迫我用左把玩哦、喔，哭哦、喔！这是什么按啊？牙错，猛妖怪化石配合敌人攻击，配合加右键。嗯，配合加右键。啊，那去加右键北七，配合加右键。哦，所以我用这个不能斩杀了没？配合加右键呢、啊？
怎么弄啊？来，我是不是不能用键盘啊？可以了欸，多菜多菜，你看这就可以，啊，另外一只就不行。是啊，我是说斩杀啦！哎呀，我试试看这个，等我一下，我换另外一个看看。对啊，按右键没有用耶，打不了，斩杀，再一次，又要斩杀啦！重置键盘，我想，我也想重置，怎么重置教我？去拿重置键盘，救我！按键设定，这边有重置吗？这边没有重置钮啊，下面有写回到最初，哎呦哎，好了，你完蛋了，如果这个再不能的话，我就不能怎么办，不行，中间嘛，那个我刚刚怎么斩杀？我现在是用泪，我现在是用手把，我要怎么斩杀他？要哪颗剑？
我是 P4 手把，我该按哪颗？重攻击哦！傻眼欸，我是不是要类比阿德拉？对啊，欸，傻眼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重攻击跟这个重攻击不一样？你看哦，我现在是按着那个嘛，上面那个键，我现在是用类比按。这才兼用手把，我的天啊！好吧，好吧，我改手把吧，我要从头练了，是不是？那请问这个我要按什么键啊？那好屌、喔！靠！我知道了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再用键盘一次。啊？这是什么？邀月轮啊，这是另外一招是不是？我要换手把了吗？我要换了，我要全部重学了。哇、喔，好不容易，键盘才差不多，那知道怎么按？等一下哦、喔，全部调掉。控制器设定。强攻击、速攻击，哇，这样很没体验呢。我要怎么变？我要怎么变？我要怎么变？下啦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电商设定不是，键盘滑鼠设定，请键盘，检视控制器，好了。
啊，怎么就是变 T？ T 是什么键？我把变成是全家三角形起来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感谢感谢感谢。L 二按住，按三下 I 二。好的，我们重新开始学，解除 R 万加圈 ，R 万是哪一个 ？R 万加圈，好的。来，我们从基本操作开始哦。天哪，再高一个小时干嘛？啊！速攻好，速攻是正方形，强攻是三角形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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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闭。切换目标，哦，嗯，要怎么说？换目标。感觉剪片发现剪到被黄标的，这是三，这是三。防御上中下，好，哦，这个才是哦，还是哦。蘑菇头。啊，要按住吗？哎呀，刺身攻击是不是啊？这个我刚刚好像记得怎么用啊。哎呀，我怎么会这么顺手啊？哎呀，气死了。啊，哦对，我要学这个了。干嘛？哦，
哇，我有天分欸，这款游戏我有天分欸，哇哦，进行妖化操作，再试一次，越二技 R2 加圈， R2 加圈， R2 加圈，哦，来吧，白痴哦，白痴，打不了，我不能攻击。哇，我有天分啊！哇哦！猛类的只要有红光就能反，猛类是什么？我玩这游戏是有天分啊，天哪，哇，换和讯都要被打到前才能按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哦，不要站在黑气上打哦，黑气上的话就是不会有那个哦，守护灵气妖化是放大招的，不对。好哦。我觉得这招比较好看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终于看懂你在讲什么了。注意各位，刺身不是刺身啊，看到没有，错了，你看按一下就好了，我刚按半天，我的天，按住 L2 加2干嘛？北楼架的是什么？不能干嘛？哦，欸，按住 L2 这样子，然后嘞，高架。直接输入三角形加正方形。我这视野好丑哦！有了 ，R1 加圈 ，R1 加圈是在变吗？哎呦，甩手哎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还要搜一下欸，那样妖怪化选择守护你。欸，等我一下哦，你们刚刚说这个吗？这个是不是只要发光就可以按？这个是指那个吗？还是这个？哦，你刚刚说训跟换是不是？来啦！我再搓一次给你们看呐。刚刚真的不是我的问题，是键盘问题啊。所以这个游戏我其实还是可以玩的啦，很开心，还是可以玩这游戏。我觉得我要被蓝蓝笑死。R2 加圈，我还是忘记大招怎么按欸。关闭 R2 加圈。
可以按住哦，哇哦，哎，罗把真的比较好玩哎、欸，天啊，我手短。R2 加圈 ，R1 加圈。那手短，手短没问题，五短必有异常。哦，近身刺激，我想刺身哦，白痴哦，近身，哦，对对，拜拜。哦，这个啦，键盘比较好抓哎、欸，天啊！不是键盘啊，对。解除妖怪，变成妖怪。对不起，讲错了。欸、他刚没有教我这个哎、欸，基本操作。对啊，他刚没有教我这个，然后格挡，然后防御的哎、欸。换第三只，等一下哦，好、哦、白痴哦，我按错了啦！我要在金手村里面玩多久啊？就是你刚刚反红光那个啊，可是我刚没有反到啊。有吗？有吧，忘记了，我真的完了，怎么了？防御是这个，反壁是这个，完了，我现在记忆那个对于妖化的记忆，妖化的记忆有点浅。下段，中段，太多操作，金鱼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，我真的记不住，我记不住，老人家记忆力有限啊。这个就是反文，但是要留意你那个这个气用光就用不到了。好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哦，
好，感谢。选择守护灵。好，换这只，也不是。还比较像刺客欸。寒热加圈。哦，这个哦。哇，我喜欢。驯化进行快速攻击，他哦，我喜欢这只。哎，变成妖怪化怎么变啊？等到满了再按 L 一加圈吗？到加零加那么快啊？什么？圈加三角形？圈加三角形不是欸，三角形加圈，要等满是不是？我试试看好不好？三角形加圈，这样很容易被看到欸。啊，算了，不等了，我出去了，离开此处。我们终于要出发了！天哪，你右上角。还左上角 CD 当然还不行。好的，我要跟蓝蓝炫耀，我终于过新手教学了。啊！我捏脸捏了一小时，新手教学完了50分钟，结果。键盘花束一直有问题，该手盘翻了一小时。啊，看剧情喽，各位！哦，我好正哦。哦，你好丑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你看我的眼睛会发光，好看！你看这个眼睛，哇！对不起，新手也是一小时。对啊，我说没有，我手把50分钟啊，不啦，键盘50分钟啊，手把一小时。嗯，哦，这个奶，对不起，
的角度。哎、欸，我要去哪边调那头盔的？头盔我要关掉。你有那么漂亮，还把头给遮住，真的是不优。你已获得神力的碎片，使用后能进行任务。赶快决定，这边决定。好难过哦，明天去吃寿司好了。还是你老居，我们礼拜六去吃寿司。啊，算了，不要好了，对不起，我讲讲而已。设定那边吗？好，设定，游戏设定。这个嘛，好的。显示自己及伙伴的伤害。之后再看有没有伙伴吧。我们走，待会完了。来，对话。参拜，这是不是记录档啊？这是不是就是存档跟那个补满状态？确认。能力开花。消耗精华，提升能力。哦。那请问我现在是拿那把武器，所以我要用钢还是武的不对？记得领 DLC 怎么领？哪里？这个吗？哦哦。哦、oh ，好吧，都是气。西人是什么？男。无属性二。我要五喽，手甲太刀，那、啊、这可以洗掉吗？还是不用洗？它就是这样子的游戏，要你拼命去刷。哦，就是这个啊，我怕调这个调太花到我会有点。这个要钱哦，他前面吃东西耶，好吃，一直吃。我已经不是那个还在新手村的我了。动态选单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按下。嗯？啊，我要怎么穿衣服？小心山边会叠石，不要太高的地方跳下去。有，这个我好像不知道。等一下啦！哇，他好帅哦！这个吗？装备哦，可确认变更装备快递。啊，这差在哪里？为什么要选万鬼跟百鬼？但这个比较好，不是吗？
故意负重，负重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啊，装备负重。哦，看懂了，谢谢。会很慢吗？会走很慢吗？不会，好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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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。哦。白鬼手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那个手？跑步扣很多精力，翻滚呵呵，怎么没有？我没有看到我那个手哎、欸，白鬼没手甲。哎呀你！百鬼系列，百鬼系统是没有第二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啦，不要打他。不、哦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是，我有啊。对不起，我太自以为了，重新开始。别冷，啾啾，这些是干嘛的？求助。哦，他可以跳过。可以召唤 NPC 帮忙你的，这个可以跳过哟、喔。我东西是要捡回来。说他可以不用打吗？可是我想打哎、欸。哇，对不起。守护灵，我有听那个谁懒懒说，那个懒懒说东西会掉地上要去，咦，没事啦。左边方向键可以使用物品，哦，对耶，我没有吃。第一次会掉地上，第二次直接飞回来。好，这次挑战他一次。靠腰啊！我好烂哦、喔！我刚刚第一次打那么顺，
天哪、啊，怎么烂成这样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刚刚怎么啊？白痴哦，好像是这个啊。好的。R 1 R 2吧 ，R 2才是反击的红光器啊。好的，我再试一试。这是防御，反正回避嘛。好的。先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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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走了。等一下。怎么办？我想打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最你说他可以不用打是不是？那他来这边干嘛的？虐待新手的。那、啊、石头是干嘛的？那边有楼梯，东西没捡完，可以拿来丢怪。啊，快捷键要怎么放东西上去？哦，我觉得有点卡哎、欸。走喽！我怎么上去？我刚看到的是什么？上不去，骗人的，可恶！我去捡那个东西。走了，走了。好玩吗？不好意思，来回蓝蓝问题。这个吗？哦，快捷键哦。
那是要你到上面才解锁才能上去，可以多试试看。怪物刚刚被打到没意思，攻击到重攻击围到他有啊，我很努力在试了，可打到后面他没有气了。看，我也没气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啦！你怎么那么卡、啊？要换电脑了。気を斬新にて満たせば気は共鳴し常世を打ち払わ。欸，我有这个画面的既视感。哇，原来我以前就梦到说我玩这款游戏了。哎呀，好晕哦。全身轻甲啊、哦，所以打怪的话也会这个影响哦。哦，好的哟，按到暂停，回。哦，所以换轻甲。嗯。然后就说啊，没事啊，看个人啊，是吗？被打很痛，没事。啊，这边是怎样？靠腰。我很习惯按圈闪避呀、啊，骷髅按圈是闪避啦，白痴哦、喔！不捡东西了，我要直接走了。要习惯一阵子哎、欸，那时候才玩完骷髅跟那个死亡细胞。安安啊，对，这一边好卡哦，感受到，还是你们画面一直都很卡。
喂，怎么还是暗圈在躲招啊？好了，飞回来了，东西回来了。哎呦，我好烂哦！我好烂哦！你记的时候可以不要理他，搞鬼！先退后，等多回现在不一定要没记的时候，还有记得参心。你说这样子哦、喔，我有啊，我都有按啊。是画面会微卡。没有啊，最主要是我闪不会按到叉，会按到圈呢、啊。不好，我解析度是要调低啊。电真的好卡哦！好的，显示设定都低的啊！天哪、啊！画面调整不是？哎呀！好的，没什么可以调的。啦，没事，大家一开始都很烂啊、哦，好多键要按哦，在想说要隔档还是要怎样？我每次都要跑这么远哦，买差了，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啊。很小，有时候想要按 L， 用那个什么红光哦，我就是打怪退后一点，他掉毛在攻击。有啊，我刚刚其实有靠腰啊。又要卡，又要卡，又要卡！不来、欸。寒心啊！哎呦，
咔咔咔咔咔咔，东西掉在里面呢。那、啊、这些捡一捡会不会加负重啊？美农打工号，靠！我刚问什么问题？我不会啊，好。手甲前面挺难的，干！最最叫完手甲，好了，玩那个啦。没事，我挑战他。我刚刚玩镰刀啊，他说镰刀不好用。我刚才觉得镰刀很顺手。美农手甲，好啦，我玩镰刀。镰刀好，镰刀嘞。死了，我摔死了，等一下我换了武器变白痴了，天啊，哦，我好没天分哦，我会一直死啊，等一下哦，我都不说，没有，就是要问你们，然后我玩的不好就可以怼你们，这样。有啊，卡了。我会记得闪避跟防御的。旁边那个门可以开捷径，好，再让我试最后一次，不行的话我再过去。好的哟，准备了各位。哎，我滚了哎、欸。哎、欸。
怎么那么难按呢、啊？想格挡。我跟蓝蓝说，我好烂哦。不习惯滚的话，用防御吧。没有，我更不习惯防御啊。防御是完全防御不会痛吗？那也太强了吧！要卡了，要卡了，要卡了！你都会卡。靠腰啊，这里有。干，我去存个档。气死，我不信。点他。欸，翻滚速度也不一样。好的，他这样晃真的是……哦，我知道，怪重生我知道。哎呀！我要滚呀！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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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吧？咦？抓好角度，用石头丢到或是砍到鬼。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我没有气哦？石头要怎么用呢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，那怎么用？我有了，好，
哦，怎么喝水？白痴！哎、欸，喝水根本来不及喝啊！要移动哎、欸。不是，按、啊、那边移动要怎么按上喝水啊？拉远再喝，不然换手指，换手指。很有道理呢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吃素的哦。嗯？会不会迷路啊？Hello， 有什么声文盒很好用，不要喷掉，所以赶快去存档吗？下路攻击，干嘛叫我这样子哦？干嘛？这里是哪里呀？我可以跑吗？他不是叫按啊？三角跟还秒我哎、欸！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我怎么办？他看到我了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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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抱歉啦，抱歉啦！路过啦，路过啦，路过啦！啊，你也是路过的啦！回去的路在哪里？哎，怎么开地图？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啊，怎么过去？这里，开下去。啊，存档。往这走吗？是这里吧？
有啊，右上角不是啊，那是小地图，我想看大地图。刚刚武士遇到武士那条是对的啊，我怕死哎、欸，我会死啊！我喝个水吗？喝个水再上。这里吗？不知道怎么走。那个灵魂。没有，你没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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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哈屁呀、啊！好，参拜神社后，成功拔出龙杖，替换副。这是什么？这要干嘛？哦，可以这边换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我要用吗？我竟然还在开，我被虐哦！天哪！现在没用，药师那个比较好，这个。前期缺药，好的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把不要的贡献上去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应该再死个几次我就关台了，我有点三 D 晕了。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我马上被砍到，我要重新，我们重新再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我不会再上当的。死掉那个就没了啊，所以是吗？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刚刚那个什么5%那个掉药的几率那个东西，
吗？不会，还会在。好，不行，我捡完那个东西，我回来，我休息一下好了。这个应该之后一个人开台玩了啦，这个我没办法太长时间玩。有弓箭了吧？我吗？你是叫我缺了有没有弓箭是不是？没有欸。不知道怎么打、啊。哦，我想到了。干什么？好了，捡回来了，我们先休息了。我不太行了，可能明天下午。啊，明天晚上十点后要跟乔那个杰克他们玩东西，所以没办法。好啦。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还蛮好玩的，只是我还是要习惯一下，不然有些游戏的翻滚键跟什么键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比较困难。明天中午你也在，明天中午休假，那就中午后开吧。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咯，都没播到广告。对、而且有点3D晕。他那个动的有点大。大家晚安。